175女麻木，人修的话是一个5000啊，攻击是个500，宠修的话6400，辅助技能满强身满强弱满神速加1600，一个符战女麻木竟然不会融会贯通，辅助技能再加2000，师门技能1400，化成九层的话再加上5000啊，5272的成就，原始种族呢是一个仙族啊，现在女麻木加特加钱，经验的话1029，兽诀早就已经领过了啊，这样的话也就加上个2000块钱。1029的经验也不算是高经验，藏宝阁随便找啊，1100领完兽诀的号多的是。九尾冰壶加青花瓷啊，男号的话保底有15000，再加200块钱的天使明珠，青花瓷不再额外加钱，行囊4个加1000。召唤兽格子啊，兄弟们，女麻木这符战女麻木这是一直玩女麻木了，连格子都不开满12个，任意一个其他的符战门派一定会开满12格子的，所以说这号的话应该就是一直女麻木啊。锦衣刚才已经加过九尾冰壶的钱了，云龙梦再加上个360，知雪飞再加上个360，其他的东西没有染色啊。另外一个符战号的底蕴的话，是坐骑的成长必须得全满，吃完道具的全满。这个就是真正的全满，1、2.3433啊，就吃完道具的满。它有两个满，一个体满，有一个魔满啊，这基本上有两个满的就够了，其他差不多高就行了。然后锦衣啊，坐骑神器啊，神器很高啊，神器很高，蔓延水、妖力水，缺个天平，缺个天平啊，不缺天平啊，神器的话能加20000。孩子的话先力激发必须的啊。看一下有用的实用的属性点，899加400加22加298啊，1619，孩子好像还挺好啊，1600的估计能卖上一个6500以上。精青的帽子啊，精青的帽子125000，愤怒的腰带加满天花雨，不会是为了估价借的吧？这个腰带不是我那个腰带吗，兄弟们啊，这是不是他妈我花180000多的腰带，最后他妈抽奖抽出去那条腰带，当时我还一顿吹牛逼，我说114防御的腰带大家没见过吧，好像我抽完了被人90000块钱卖的，加上跨步费94000，鞋子琴三叠加零鹤啊，宝石钱35000，宝石钱35000，鞋子的话差不多25000啊，60000的鞋啊，项链的话用353再减去96，出零257，这项链出零很高，257再加上一个5，262加法术暴击几率 0.93 的法术暴击几率按照175级可以换算为 17.5 的法伤，加上一个16啊 ,27, 这个项链相当于278，也算是一个小神器了，全门派女麻木的话加法术暴击几率不轻易不法爆，法爆就死人啊。好了，这个项链的话再给它加上一个14000啊，灵力比较高。衣服的话防御太低了，262再加上28，熔炼290。290这衣服的话36再加38。74再减去个4 ,70。这个衣服看起来一般，但是实际上不一般啊，这衣服的话差不多能卖成一个75000块钱。凝滞呢没有光辉好。武器的话用14再乘以个8减去个690，没有特技，单纯的伤害又不是特别高，体耐双加也不是特别好。这种神秘武器比较常规吧啊，20000块钱啊。戒指的话3法伤，国标的话防御是报了10的，法伤是报了1，10点防御法40000，再加上15000块钱啊。耳饰的话法伤35再减去一个8点啊，35再减去一个28报了7点啊，20的话是报了6点，20的话报了6点再报了1点，综合报了20点啊，这个零饰的话差不多能卖成一个100000啊，属性报的还是很多。速度28的啊，防御气血时段行为时啊，48000-50000啊，这个的话是47800啊，七级熏猿能卖多少钱还真的不知道，因为熏猿现在早就拉了，现在的最强的版本的话是这个叫163啊，脑袋上带个云彩的话叫163，熏猿的话八级的话一般也就是一个10000出头，那七级的话估计3000块钱一个啊，3000块钱一个，咱们4312。好了，任务的蛇卵，有人知道实际能蛇卵多少钱吗？好久没有关注了啊，因为蛇卵这种东西流通性太低了，就是基本上买到就自己用了，买到就自己用了，再也不会卖了，因为再卖也未必有人要了啊。这个女麻这个门派说是一个法系，但是更像是一个辅助召唤师的门派，就没有传统法系那种你就给我炸的那种气场。来看一下这个号啊，大概多少钱？
灵视选择的话是无法伤一法爆啊，然后神器的话选择全法伤。法女麻木之所以不要法爆的话，是因为女麻木秒的话需要牺牲小怨灵。另外的话，法伤影响了蛇的啊蛇的质量，蛇的法伤和血量都是跟主人的法伤有关系的啊。好，老板，女麻木带护盾，带八条护盾蛇卵啊，找队友，找团队，加四万五，加五万，加一万，加五万啊，再加两万，再加七万五，再加十四万，再加六万，再加九万四啊，再加十二万五，再加六五零零啊，再加两万，再加三百六啊。等会儿啊，少加了九万，等会儿从前开往后加吧，五千再加五百，再加六千四，再加一千六，再加两千，再加一千四啊，再加五千，再加两千，再加两百，再加一万五啊，再加两百，再加一千啊，有人气票没刷的兄弟们可以一起刷出今天的人气票了，再加两万啊，再加六五零零，再加十二万五，再加九万四，再加六万，再加十四万。再加七万五啊，再加两万，再加五万，再加上十万，再加五万啊，再加四万五，再加一万二，好，最终是八十三万八。其实这个号的话没算蛇卵，另外这个号就有点取巧了，把刚刚要花钱的地方的钱都没花。武器帽子的十六段宝石他没上，三万多块钱；鞋子的黑宝石他没上，三万多块钱；衣服的话石粒子没上，三万多块钱。所以说他如果找到团队的话起码要更新啊，这三个啊要更新个十万零五千保底。灵智的话十一级行为时算最低价格，最便宜的区七万五，再加上的话这是个九万五啊，二十七万五，这个十一段的灵智再更新一个十五万啊。这个号啊如果找到弗兰团队的话还可以更新四十二万以上，给你一个完美的十六加十一，神佑加法术暴击几率，精青罗汉再送一个凝滞啊，他没有罗汉，但是有齐心三叠啊。老板，他们说西山老街团队缺女娃，后文团队缺女娃，看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吧啊，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定位的，喜欢看 PK 的，看 PK， 看着直播打 PK 的可以选择后文啊，追求武神坛成绩的话可以选择西山啊。